天晚上陪本王去看电影的话，本王便赏你一吻。我答应你，不过不用你赏，我也能吻得到。猖狂！你的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。今晚的电影票。怎么不是第一排？我一个洞，我快忍不了了。这女人怎么这么难伺候？是我的错，我马上就去换。本王还要喝奶茶吃爆米花，你可别给本王等砸了。小爷你记住，你是本王的。这家饭菜还算是合本王的胃。走吧，去看电影吧。你倒是快点走啊。本王走得有些累，你得背着我走。我真是快忍不了你了，你怎么这么难伺候？本王要背着。岂不是我背你？就别给我摆什么女王架子。先前惯着你是因为我知道女王大人是真心爱小子的，可爱情也是需要两个人共同付出的。宝贝，你知道爱你我有多累吗？看着我的眼睛。萧炎，你真的爱我吗？怎么会不爱你？这萧炎也太会玩了，连这样的女人都能想。竟然比我还强。走。任何一段感情都需要依靠双方的共同努力，但凭其中的一个人是很难得到想要的结果。你要让自己明白，爱情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，还需要两个人共同去付出。最好的爱情不是因为我们彼此需要在一起，而是因为我们彼此想要在一起。人生如梦，珍惜眼前人，把握现在，珍惜拥有。这个萧炎出去这么久了，电话也不接。萧炎哥哥，来电话了。不用管他。萧炎哥哥，男人的嘴果然是骗人的鬼。